到这个外号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同学取的。有一个朋友他会霸凌，有一次我受不了了，我回头跟他说，你再用的话我一定会跟老师讲，你给我走了瞧，死番茄。他也恼羞成怒，他说你自己不看你什么样子，你才臭香蕉吧。那同学就笑了，哎，对，好像香蕉，就全部一直叫我香蕉。我是香蕉，三秒蕉。一开始是不得不接受，大家都会对比较长得比较奇特的人会开玩笑嘛。我自己知道我很奇特，我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，那也习惯了。我有去给医生看，他跟我说我可能35、36的时候牙齿就坏光光了，要解决健康咬合问题。先破坏再建设吧，这个破坏我应该 hold 得住，就是要动手术，可以啊，为了让自己更好，一切都会改变是值得的。我觉得不管未来如何，我会尽我努力呈现最好的我，这也是对自己也是一个最棒的交代，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